他说每一天诵无量寿经，十代日加念地藏经是否夹杂？可以。这个十代日为了消业障，为了这个化解冤亲债主，地藏经是专门为他们诵的。这个行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受菩萨戒多年了，有时破戒，是否有补救的措施？忏悔，自己破戒一定要忏悔。